放学回来我很累，然后你打开 Bad Words， 哇 ，Report feedback， one or more of your recent reports result in a ban。Thanks for helping the Bad Words community。大意就是说，你的举报成功了，你帮助了我们的 Bad Words 社群。虽然呢，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更新，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对整个 Bad Words 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呢，之前你想想看，你还要录影片发给一堆管理员，他们可能也要忙自己的学业、工作，a lot of things。可能来不及看你的 ban， 他们就可以继续猖狂下去。Oh God, please no, no！ 但是现在呢，你只要按个按钮，你还不用让管理员大费周章开个 Discord 慢慢看你们发的一些错误的文件。真的是感谢 Bad Words 做这个更新，而不是什么 Pay to Win Kid。起码没有这么多小学生在那边 pay to win 了。Oh my god！ 好，那就这样，下期明天再见，拜拜。